好，我是阿浪，羊那个羊，我们都轮鸟还是公鸟？可以试试看，来，慢慢，最重要要慢，这个烟一快就是完蛋了，一按错就拜拜。萝卜，哎呀，手套了，手套，然后青草，这个牛奶一定要开，萝卜，怎么去按这个嘞 ？Bro， 翻错了，翻错了，兄弟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因为我要按这个手套，对，过后就，常规操作这些。萝卜叉，刷子火，没有办法了，只有萝卜可以用。叉可以用，叉可以开，啊，萝卜就可以开了。哎，是。刷子，嗯，现在这个一定要开啊，然后就铃铛，铃铛，铃铛。木头拿下来，剪刀。过后加工有没有？加工没有。就拿草，然后再拿水桶。水桶。过后现在火牛奶啊，牛奶跟木，火牛奶跟木。喝牛奶了，包菜是没有啊，叉，可以，叉子可以开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刚刚好开到，可以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开火，可以，刷子有没有？没有刷子，木可以，木一个 ，OK， 刷子、水、手套、稻草、稻草 ，OK， 叉，刷子、水桶、手套、刷子、水桶、手套。开门那边，哦 ，very good， 直接送了这个，再送一轮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 手套，手套，刷子桶，刷子和桶，桶可以开啊，开开，哦哟，好像只要么。木头，木材只有开那个刷子，木材开这个，刷子萝卜稻草，刷子萝卜稻草，刷子萝卜稻草，开牛奶先啦，开牛奶，刷子萝卜稻草。开萝卜，萝卜，刷子跟稻草 ，OK， 我们先开这个草先。
包菜有的开了，包菜，铃铛是可以开，开包菜，开铃铛好像比较好，开铃铛，过后包菜可以。加工木火，没有火嘞，等下又要冒险了。下面是刷子 ，OK， 刷子，包菜，还有包菜 ，OK。然后两个火没有刷子，加工也是两个，刷子没有。刷子、刀、槽、剪刀、剪刀、手套，给、okay， 这个时候我们不看有没有好料。哎呦 ，OK， good， 哦，又来 ，very good， 狗屎运。然后剪刀不能，刀槽，哎，剪刀一个罢了。剪刀下面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剪刀后面加工，开了加工也是开不到，加工开了没有的用，拼也没有的用，手套也没有的用，稻草也是在下面，稻草剪刀，剪刀在很下面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太冒险了，拿太多东西了。OK， 让我们洗牌，洗牌上道具。OK， 我们上道具好了，上道具就是 ，OK， 上道具啊，开萝卜啊，开萝卜。道具用了一个萝卜，现在看到有加工，下面有火，加工下面有，加工下面有火，哇，两个啊，直接，真的是赶场，哪一个火先 ？OK， 现在看到剪刀加工。好像没有什么好牌了，试试看啊。OK， 我们赌一赌啊，拿这个，这个 OK， 拿了过后我们才洗牌，因为加工，棉花跟刀菜都没有看到了。OK， 我们洗牌。哎，包菜直接来一个，然后棉花来一个，加工也是看到了，加工来一个 ，OK， 剪刀来一个，哇，他左边的开，这个没有得开，一个火。试试看开这个球 ，OK， 有铃铛，有铃铛就可以知道开什么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刚刚好，开一个火，看到包菜跟草。看到这个球先，可以先看球。牛奶跟草，牛奶又没有看到，看到草吧、牛奶是草的话就一二三四
Okay, 刷子两个在一起 ，very good， 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一二三四，刷子也是应该可以开，但是我们开个刷子，先开这个叉先，然后才来再开刷子，现在可以开刷子了，开刷子，okay， 开棉花。OK， 然后现在开稻草，好像有机会了，兄弟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啊！现在要开牛奶跟包菜，包菜 ，OK， 好像看到胜利的曙光。哎，紧张啊，紧张啊！不要在这个时候犯错。萝卜，现在萝卜没有，只有一个，牛奶也是看不到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找手套来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手套。过后现在萝卜看到了，一，希望可以啊，二、三，萝卜 ，OK。然后桶，桶不可以，桶开不到啊。OK， 我们拿一个桶啊。不紧，我们可以过了，可以过了。木材，木材，因为太危险了啊！我现在先开道具先。Okay. 木材，木材，现在啊，过了，过了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